那送你这圣诞礼物，这做给我的一样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送你这种靠肩式包包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像这个包包这样，每天靠在你肩上。Yo, everybody, 交换礼物时间到。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。这个香水送给你，我喝了都没有效。怎么可能没有效哦？这牌子很出名排毒的嘞。我喝了这么多都排不了我体内的毒。什么？因为我体内都中了你的毒。Seriously。圣诞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要一台新手机，因为最近我手机坏了。新手机送你。哇，喜欢吗？好了，看你对我这样好。你想要什么圣诞节礼物？我想要圣诞节礼物，你肯定可以送到给我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，想要你，想要你。送你圣诞节礼物。哇，你知道这个背包的黑是什么黑吗？深灰黑。错。就黑色咯。也不是。像是什么黑？是沙浪黑。OK， 沙浪黑。送你送拖鞋，当做圣诞礼物。拖鞋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送你拖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被你拖着走。送你个拖鞋当做圣诞礼物。哦，是拖鞋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送你拖鞋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被你拖着走。如果你是太阳，我就是你手中的冰淇淋，被你融化。如果你是鱼，我就是大海，让你自由。如果你是水，我就是这块肥皂，让你搓。